举头来喽！这都菜都清了，怎么还不吃啊？老冯啊，大伙都不敢吃，说是有人在菜里下了毒。呦，王大队长，哎呀，你天天又喜欢开玩笑。哎呀，快趁热吃吧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你不能走。小司令，你不会相信王大队长胡说八道吧？我信，我非常相信。司令，怎么你也是要开玩笑啊？你要是没放毒，你就把这碗鸡汤喝了。司令，这鸡汤啊，十分的珍贵，应该让同志们先喝。你看，我这一个炊事员，怎么能喝这鸡汤呢？哎呦，你看你忙里忙外的，多辛苦啊！喝碗鸡汤算什么呀？你要是真不喝，说明你真下毒了。这不对吧？这今天谁有陷害我？行，我喝。哎呀，这喝汤多是一件美事啊！哎呀，不咸不淡，味道真是好极了。司令，你得带个头，趁热喝。都看我干什么呀？趁热喝呀！哎，为什么不喝？喝！不喝，我就炸死你！这戏我就不演了。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，代号穿山甲。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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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来，大弟，给我完结的是吧？咱就来吧。抖音